音属于国际音标。第二十课，双元音 ，a，a，a， 双元音 ，a，a，a。核心单词 ，basic words，a i r，a a a， 空气 ，s p a r e。Spare, spare, spare, 空闲的 ,A-E-R-I-A-L, ae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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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空的 ,T-H-E-I-R, t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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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他, 他们 ,P-E-A-R, pair, pair,Pair, 梨 ,T-H-E-R-E, t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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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里。音素有 ,A-I-R, A-R-E, A-E-R, E-I-R, E-A-R, E-R-E。Hello, 各位同学好，我是中岛老师 ,David 老师哦。今天要介绍的也是我们第二十课。双元音 ，a，a，a， 那当然，这个双元音 a 就是我们二十个元音符号啊中的最后一个啊。当然，我们这次教的这三个元音啊，也就是我们讲的啊 ，ear、ear、air。那 air 啊，它发音的时候，我们是先念这个长得像啊字母一的 a，a，a。所以啊，我们看到 a 跟air，air，air， 所以用 air 滑向 a 的时候啊，它其实嘴巴啊都是一个中开啊啊中开啊，比较啊没有开得非常大，也没有开得非常小啊，中开的一个嘴型啊。那当然讲到这个 air 哈 啊这个音啊，它最典型的一个发音就是 a i r 啊，空气啊 ，air，air，air。Air, air, air。啊，当然这个音更可以凸显出来这个美式发音跟英式的发音最不同的点了、啊。那我们来看一个中开嘴型啊。当我去念 air 这个音的时候 ，air，air，air。其实同学们可以看到我在做一个舌头固定啊，啊平放啊，舌头平放在下齿后方啊，完全不做移动啊。再看我嘴巴开大一点啊 ，air，air，air。哦，所以我看舌头是非常平放，没有再做一个移动。但如果我们在讲美式发音 ，air 啊，舌头要往上啊 ，air，air 啊，所以这时候大家可以明显的看出来啊、哦，这个所谓的儿化音跟没有儿化音的一个差别啊，在美式跟英式 ，air，air，air 这音式啊、哦，那美式的话，我们做一个 rolling 啊 ，rolling。的一个舌尖呢、哦，去移动的时候 ，air 我们是念 air，air 啊，我嘴巴开大点给你看啊 ，air，air 啊，所以 er 的那个音就产生了啊，啊，所以 er 啊啊，在我们讲 er air 啊这样子的念法啊，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啊，那我给大家看一下有哪些音素可以念 air。那当然最重要的就 air 啊，空气 ，air air e a e r e i r e a r e r e， 所以第一个单词 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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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气啊，这是最典型的 air 啊，念 air 啊。那当然他的好朋友啊 a e r 啊啊，跟 a i r 是非常像的啊。啊，第二个单词 s p。A-R-E 那 A-R-E、哦、不是念 R 是念 A-R、哦、不是好 R 有的 R 所以 S-P-A-R-E Sp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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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闲的 A-E-R-I-A-L Ae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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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空的 T-H-E-I-R There There There, ta, ta, ta.
他们。第五个单词 P-E-A-R， 所以有的时候同学们看到 E-A-R 的时候还真的蛮想念耳朵的那个 ear 嘛，对不对？不过 P-E-A-R 记得要念 p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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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梨。最后 T-H-E-R-E t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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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里。有没有发现第四个单词 T-H-E-I-R 跟 T-H-E-R-E，由于 E-I-R 跟 E-R-E 都可以念 air， 所以 T-H-E-I-R 他们跟 T-H-E-R-E 那里其实还是个同音字啊，所以都是念 t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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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这是要小心点啊，他们跟那里是同音字。所以记得老师再重复会啊给大家整理一下规则啊，今天这个18、19、20啊，这三堂课它套用规则都一样，都是 R control syllable， R 所控制音节所引导出来的音素组合去发音为双元音，或者我们讲的双儿音 air air air。 那最后再跟老师复习一下核心单词能发出双儿音的Basic words 有哪一些 ？Air, 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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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r， 空气 ，spare, spare, spare, spare， 空闲的 ，aerial, aerial, aerial, aerial， 航空的 ，their, there。There, there, 他们 P-E-A-R, p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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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梨 T-H-E-R-E, t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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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里。希望同学们记得我们的规则，也就是在元音的20堂课中学到一些更多的拼读技巧。希望同学们跟老师一起多加练习。